今天参加马祖东引第一届军事越野障碍赛，我不是来跑的。我平常虽然有跑步，但是跑八公里算是 OK 啦。他们有四公里、八公里、五公里、八公里跟十六嘛，但是那个高低起伏太大，我觉得不行啦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他们怎么玩，怎么拍照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而且我们昨天有讲，它有一些很多障碍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好好来看看。Go。
宅男，我们今天参加那个越野公益加油加油障碍赛也差不多了，需要一个女生正妹，对啊，所以加油，差不多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或频道，请帮我这边点阅按铃铛，感谢你，恭喜大家都挑战了自己喽。